对不起，先生，你挡了我的光了。嗯，你的光？难道你没有看到你的影子在我的画板上吗？嗯。啊，看来我不太走运，身上还带着阴影。哎，你是女子学堂的吧？我正在画画，你能不打扰我吗？本来是天大的难题啊，想不到，哎，居然迎刃而解了。莫愁是不错，要是能够娶到木兰，那就更好了。哎呀，该知足了。你不要得龙忘鼠，你又没有第四个儿子。是是是，要是三顶花轿同时进了门，我该满足了。要不然我不是太贪心了吗？老爷，洋人急了，连电话都睡了。告诉他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备车，是上衙门。哎、姐，曾家二老都被你说服了，以后啊，不要叫你姚木兰，叫你花木兰好了。你呀，现在不想私奔了？哎呦，姐，好了，准备一下，要做新娘了。莫愁，就只有两天了。哎呀，可是啊，我还没准备好呢，现在还来得及吗？昨天夜里，要不是我拦着，你都已经私奔了。私奔都来得及，嫁人还来不及呀、啊，姐。那你觉得我那天梳什么头发好呢？要不要电烫呢？是穿中式的礼服，还是西式的婚纱呢？你问我吗？嗯，你应该问你的新郎官才对呀、啊。哼，我就去问他。哎，你又怎么了？姐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是吗？我们家莫愁居然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啊。莫愁，姐姐跟你说句丑话，孙爷啊可是一匹野马，你要学会驾驭他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不用扶我，谢谢啊。要不要去看医生？不用了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哎，你去什么地方？要不然我送你去吧。嗯，来，走吧。嗯。先生小姐，慢点，来，走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到了。哎，给你。哎哎，谢谢您。来，慢点啊。先生，不好意思打扰你这么久了。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，其实刚才我也看见了，只是动作没你快，还好你救了那个女孩，你也没事，不然的话我会自责的。先生真是个善良的人啊。善良？这个世道愿意救人的人都不多，更何况会自责呢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腿还有伤，你先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买些药。这把梳子你也带着吧，因为它是牛骨头做的，常梳的话能够去火。姐，你都快成大夫了。
位小姐，来人了。谁呀？是一位年轻的先生，仪表堂堂的，说是来看二小姐的。他来了，准是他。哎，是曾家三少爷吗？不是曾家三少爷，是另一个，我不认识的。不是他。小姐好。牛怀玉，你找我干什么？莫愁，你别老看我不顺眼，我可是好心来帮你的。帮我？帮我什么？曾孙岩让我来接你去看画展。看画展？那他人呢？啊，他有点事儿脱不开身，所以让我来接你。他在那边等你呢。这倒稀奇了，你替他来接我？我呀，比他大度，也比他专一，这个你慢慢就知道了。我不怕他抢先，早晚你会弃他而去，最终选择我。以后不许你说这种话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可别伤心哦。我很快就要和曾孙亚结婚了。结婚？哼，你想当曾孙亚的小妾呀？你说什么？刘怀玉，别着急，我带你去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你会包扎？你学过医吗？我呀，什么都学过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学过。哎，你不是北京人吧？反正听口音就不是。我是杭州人。哎，那你放长假为什么不回家呢？我父母都不在了，回不回去都是一样的。再说那边正在打仗呢。哎，真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，没完没了。哎，莫愁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莫愁，你来的正好，去帮我买些水果。我刚才给忘了。哎，无耻的骗子！哎，莫愁。哎，小姐，我。莫愁。莫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什么。莫愁，莫愁，曾孙亚，你别挡着我，这么巧啊！你也来这儿会朋友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莫愁是不是搅了你和那个美女的好事啊？哎，莫愁是你带来的啊？不是，这真不是，没我事啊，没我事啊，你误会，这真没我事。我赶紧回头跟你算账。哼，打得好。打得好。小姐怎么了？撞着没有？别碰我。木兰，你可真是及时雨救命星啊！原来是一个越拴越紧的死扣，想不到啊，让你给化解开了。那就赶快给妹妹准备嫁妆吧，明天就应该过礼了。原先给你预备的48台啊，都是现成的，到时候把古董撤下来就齐了。为什么？货卖与十家，莫愁又不懂古玩。爸爸不是说过吗？这些埋在地下的古物本来就没有固定的主人，何况是自己的女儿，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好好好好，全依着你还不行啊？
那父亲今天既然这么高兴，就教我唱一段戏吧。我会的呢，你也都差不多了。来了，啊！莫愁回来了吗？他，牛家大二公子牛怀玉把他接走了，说跟你一起去看画展。啊，是这样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孙燕。啊。伯父，你们年轻人喜欢玩，不是不可以。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也别太贪喽。让莫愁早点回家。好的，伯父。接着下一个版。好啊。老爷，曾家二少爷金亚来了，还带了一篓子活螃蟹呢。这一篓螃蟹那是原齐的居多，个个都是顶盖肥哦。所以家父说送给姚伯伯您下酒喝。哎，你父亲也太客气了，自己留着用就行了嘛。啊，这要是在平常年纪儿不值什么钱，可是今年战乱交通不便，所以酒物以稀为贵。是啊，你看这螃蟹，你们是在哪儿买的呀？在街上可看不到。啊，这是素云父亲留给家父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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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可就更身价百倍了。刘太太亲自下厨，实不敢当啊。曾大人，老爷，你们慢用啊。谢谢，谢谢。去楼上吃。来来来来，啊，来吃些，吃些，请请请请请。真真是啊，文博呀。说起这中秋之乐呀，无非就是三件事，嗯，望月、赏菊，嗯，还有就是吃蟹，啊，舍此，谈不上过中秋啊。为妻来之不易，更是弥足珍贵。嗨，有什么珍贵？这不过是盛放的螃蟹，等来年过中秋啊。我请你吃阳澄湖的大闸蟹。阳澄湖远在江苏啊。对了，那南边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啊？啊，你们下去吧。你刚才说南边的消息，我说出来可真是你知我知发不传流耳啊。那一定是非常机密的消息了。哎，你我是一家人嘛。嗯嗯，实话跟你说，我已经和南边联络上了，所以说你我该喝酒喝酒，该吃蟹吃蟹。多谢多谢，一切仰仗大人了。
儿女都大了，现在家大人啊，确实都做不了主了。暗香，你也来做吧。就像咱们说的，能管什么用？是爸，爸，暗香在等你回话呢。啊，今天是中秋夜，是吧？哎，不同往日。全入座，快坐下。谢谢老爷。哎，坐下吧。啊，坐。哎，莫愁呢？我们也不要等等他？我给他留了几个，够他吃的。是啊，说不定他现在啊再增点吃呢。哎，中秋快乐。来来来，中秋快乐。来，中秋快乐。中秋快乐。干。来，妈妈吃一个。来，快吃热吃啊！各取所需，各取所需啊！来，我给您挑个大个的。哎，哎呦，好吃。哎，我说，咱们也别光顾了低头吃啊，是不是得看看月亮去啊？啊，啊对呀、啊，看月亮去。今年的月亮多亮啊，真圆呐、啊！张三呀，你这混蛋！张三呀，你这混蛋！莫愁，滚开！莫愁，我找你找了很久，我到处都找遍了，我生怕你出事。我出事，为你，你不配。莫愁，你一定要听我解释。其实我和他之间……别再跟我提那个女学生，行不行？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你解释什么呀？解释他是你的相好，解释你爱他。你胡说什么？他连叫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我跟他只是偶然相识的。偶然相识就可以这么亲密？我……你替他买药，替他包扎伤口，替他清洗。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，那些我全都没有看见的呢。曾孙亚，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该敢做敢当，承认你爱他，承认他是你相好，不要再继续骗我了。好，你逼我承认，行，他是我相好，我是爱他。莫愁，是你逼我承认的，那我承认好了。那你就是混蛋，无耻，无耻之徒，走开。哎，莫愁，走开，你别再跟着我，要不然 我从上面跳下去。从这里跳下去就会没命的，能走不走？我现在看到你就恶心反胃。莫愁，你走开。好，我走，你别后悔。哼，骗子，混蛋，无耻。莫愁，今天有螃蟹，快点出来吃。莫愁，怎么了你？我死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跟孙亚吵架了？谁是孙亚？孙亚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莫愁，姐姐真的要劝你几句了。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小孩子，可是你已经长大了，过两天你还要嫁人，做别人的媳妇儿，那时候就不同意在娘家，在爹娘面前你可以任性，可以撒娇。公公婆婆虽然是双重父母，但毕竟不同于亲生父母。今天吧，你还可以跟孙亚去吵吵闹闹，可是后天过了门，谁要跟他过门，他高兴娶谁就去娶谁。真的吵架了？哎呀，其实孙亚这个人小孩子脾气又不懂得克制，你让让他不就过去了吗？再说他这个人也算是个性情中人，不大记仇的。你看他好，那你去嫁他呀。莫愁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看你一口一句孙亚叫得多么亲热。哦，我倒忘了，你跟孙亚从小是在曾家一起长大的，也算是青梅竹马。或许
你们才是绝配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跟孙亚两个人相亲相爱，马上就要定亲了，你怎么会这样呢？你的庚帖也换了，明天就要送嫁妆了，你不要再胡闹了。我没有闹嘛，我犯不上和他生气，可是我绝对不会嫁给他。哼，你真是的，夫妻之间哪有不磕磕碰碰的，只要你爱他就要学会互相容忍，不要再闹性子了。我容忍不了他吗？好妹妹，消消气，好好睡一觉，一觉醒过来就会雨过天晴的。好，我睡觉，那你出去，慢走不送。小姐，我再拿到厨房热一热吧。不用了。那要不要告诉老爷和太太呢？不要惊动他们，他只是耍耍姑娘家的小性子，过两天要耍也耍不了了。请您明天再来吧，我们店要打烊了。你说我是谁？先生。我都不知道我是谁。我怎么老是错？为什么总是错？昨天晚上莫愁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没太晚。螃蟹没吃吧？他说不饿就不吃了。哎，不是肚子不舒服了吧？那倒没有。打好的日子都要杀了风景。思安，时辰到了，该发香了。香一定要装出啊！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嫁妆一发呀，什么啊？我的莫愁就成了泼出去的水了。听见没有？你又勾我伤心。明天是出嫁了，但三天就回门了。好，发香。是。哎，发香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向上苍默道，希望这一切快快平安度过。我以为莫愁的事情到最后也是有惊无险，我哪里知道命运居然和我开了一个
人生百年的大玩笑了。哎，精神点，精神点啊！哎，走走走。先走啊！你们是谁家的？我是谁家的？我们是姚家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当不成，你负责任。你知道我是谁家的？我们要走就走。那我凭什么让你不知道这回事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应该让他们先走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整条街道你们给堵了？哎，你没接到命令吗？牛司长小姐郭里啊，接着了，接着了。你们等等。哎，我们也是送嫁妆的。你们送谁家呀？你们送谁家？电报局增监督府，那咱们一样啊！嗨，那不都是一家子吗？谁跟他一家子？哎，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啊！跟你一家子呢？瞧您的德行，我们就得先过。我告诉你，要是耽误事儿，你得负责任。怎么回事啊？胡小姐，会不会办事？懂不懂人事啊？让让不就得了？别招外人笑。去。是。哼。封大小姐口谕，请姚家嫁妆先行。啊，好，谢了，走。数清楚了吗？哎，整整48。走吧，好，开车。大小姐，二小姐呢？二小姐还睡着呢。不要打扰他，这是他的娘家最后一个懒觉了，就让他好好睡一觉。哎，木兰姐姐，你要出去啊？我去曾家接曼妮啊。三少爷，快起床了，老爷都催过好几次了。三少爷，给我滚！一会儿送彩礼的就要来了，三少爷。哎呀！怎么啦，孙雅？嗯？告诉妈，昨天喝了多少酒啊？到现在还不肯起来。他肯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？又吐了一院子一地的。幸亏你的父亲回来晚了，瞒过他了，要不然你就不怕他拿家法来处置你啊？那篇诸子治家格言不得罚你抄个10遍8遍的呀。孙雅，妈知道你心里高兴，和朋友们在一起难免多喝了几杯，这次就算了，以后你就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了，下次可不许这样了。要是莫愁来找我告状的话，那我以后可要向着他了。妈，我不想吃早饭了。早饭你可以不吃，但是新房你总得看看吧。哎，爸把大哥安排在东跨院了，二哥的新房安排在西跨院，你们两个我就安排在南院。哎呀，妈，这婚我不想结。哎，不许再说了，结不结婚由不得你来说。起来，哎，乖，起来，哎，宝贝哟，
打盆热水来伺候三少爷洗脸漱口。太太，嗯，姚家和牛家的嫁妆都到了。二位，哎呦，多谢多谢，同学，既然来了，那就里边请吧。您请，您请，您请，您请。太太吩咐了，牛府嫁妆进东院啊，姚府嫁妆进南院啊，两边挑夫各赏大洋一块。哦，谢谢先生，赏大洋啊。哎，好好好，您请，请啊，请。哎呀，哎呦，总算来了，给姑奶道喜了，同喜同喜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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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边这边，哎，这边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哎，给姑爷道喜了，这些是赏你们的，还有门口的那些吹鼓手们，哎，谢姑爷了，哎哎，放这边这边这边，请放请放请放，哎哎请放，哎来，哎。冯舅爷，您来了。来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这个放这儿，轻点，轻点。顾老爷，您看这些箱子都放哪儿啊？哪有地儿放哪儿吧。您给个准话。我说了，随便。好漂亮的新房啊。孙亚，恭喜你。大小姐，您看这东西怎么摆啊？听我的吧。好。最大的霁虹就放在这儿吧。哪个是霁虹啊？13号箱子。13号，好，这个来打开。慢点。18号翠玉盘就放这儿吧。在哪个箱？18号啊。哦，来来来，来放那儿放那啊。哎，对。啊。还有那个文房四宝在39号箱子里。哪个是39号？那个呀。哦。都拿到书房里去吧。慢点，慢点。大小姐，您看。一会儿大家都回去领赏吧。好，谢大小姐。快快快，大家忙起来啊！忙起来，忙起来。慢点，慢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慢点，慢点。慢啊，轻拿轻放，轻拿轻放啊。木兰，我说，你不会特意是来替我张罗的吧？我呀，是来兴师问罪的。大小姐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了？好，你们先走吧。好好好，走。谢谢啊。你跟莫愁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天他回家以后整整哭了一夜。孙雅，你是不是欺负他了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可不饶你啊。我怎么会欺负他呢？明明是他误解了我，冤枉了我。他怎么会冤枉你呢？他要是还想结这个婚的话，他现在应该来向我道歉。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？一个在家里哭，一个要赔礼道歉，明天你们就要结婚了。我真后悔答应这门婚事，这婚不结也罢。孙雅，孙雅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婚姻是人生大事，不是儿戏，你怎么能说结就结，说不结就不结了？可是我现在没心情结婚。你把婚姻就看作你自己的事情吗？当然了，难道不是吗？婚姻是你的事，可也是父母的事。
父母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儿女找一门好的亲事，你看伯父伯母为了你们三兄弟的亲事费了多少心呢？哼，他们不管还好，越管越乱。孙呀，你不要老对父辈有那么多的成见，以后呢也不要提什么不要结婚的，让他们听到了该多伤心呢。我说木兰，你能不能别像我父母一样老是我不许这个也不许那个，怎么我又错了？我怎么做什么都是错的呀？那到底是你们错还是我错啊？当然都是你的错了。哎，这位小姐，您找谁呀、啊？是老爷还是太太？找你们家二小姐。啊，那我通报一声。不用了。没一个好人，没一个好人。二小姐，有客人来了。难看我笑话吗？没笑话，不见。哈哈哈。是丫头报错了，不是客人，是我。刘素云，哟，你还真睡在床上啊，真是大家风范，居危不乱呀。哟，我可看见你不化妆的样子了啊，怎么着，明天还真打算素面朝天啊？我什么时候化过妆？哦，对，这不化妆呢，也是美人胚子。明天到了曾家呀，一定是一枝独秀，艳压群芳。唉，可惜呀，我也只能给你这个红花配个绿叶儿了。你有什么事啊？没什么事儿。木兰不在呢，我来伺候你。去把水打来。哎哎哎，别弄脏你这身好衣服。哎呦，这身衣服不过穿今天一天，到了明天啊，还不是得换。哎，莫愁，你的嫁衣是什么样子啊？能不能让我先睹为快啊？我明天呢，什么也不穿。哎呦，不要这么小气嘛！你还怕我喧宾夺了你的主啊？不会的啊。哎，哇，好漂亮啊！瞧这领口，这滚边儿，哦，真是尽善尽美，美不胜收啊！嗯，哎呀，安香，帮我打水，我要洗脸，就来。哎，你说这事儿还真可笑哈！现在我们还姐姐妹妹、客客气气的。这到了明天啊，咱们就成一家人了。你要叫我二嫂，我就要叫你弟妹了。这别人说起来啊，咱们俩就变成妯娌了，真难听哈。牛思云，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？一大清早跑到这里来幸灾落祸了。风声？什么风声？你呀，就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，安安稳稳做你的花轿去。没有人跟你再增加鸡争鹅斗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呼风唤雨，称王称霸，我可没有时间奉陪。哼，哎，瞧这点小脾气。哎，丫头，忘了给你赏钱了。那我不要。哟，这可是墨西哥的鹰羊，比袁大头都值钱呢。哼，这钱扎手。曼妮，哎，木兰，木兰来了。平亚哥，我是来接曼妮姐的，明天可以拜堂吗？我们商量好了，
我们就在这屋里行礼，不去跟二弟三弟一起热闹了。好啊，那我还有个差事要跟大哥讨呢。我这里的差事都是吃苦受累的，哪有什么好差事啊。我想明天给曼妮姐姐当伴娘，你看够不够格？秋水无痕，聆听落叶的倾诉，红尘往事呢喃起涟漪无数，星空不语，守望灿烂的孤独，人月花黄昏，偏偏不在少年路，爱如果回到从前，错过的花开是不心。